做一次这个珠江船多少钱？98块钱。孩子他爹98，算了，我不做了。孩子他爹，别做了，这太贵了。这城里面，就是城市人玩的东西，还丢人，土鳖。你明天来做呗。孩子他爹明天也不错，明天赶回去要喂猪呢。赶回去要喂猪，还要赶回去喂猪。那就叫勇气了，你这超级勇气，那是在表弟家勇气。我们今天准备去表弟家睡，表弟家热闹一些，表弟家热闹我们才能勇气得更好。人越多我们越勇气。好，叫上你表弟跟你的女朋友一块儿，他们在厨房，我们在客厅。该说啥呀、啊、别说啊，算了，别说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刚刚说的是一起吃饭，一起吃饭，表弟没吃饭呢。对，准备他们在厨房做饭，我们在客厅里吃，我们在客厅里准备碗筷。我们俩头上，嗯，真的呀，真的，这样你就淋到雨了，可以吧？嗯，这样就不会感冒了。你给你舔舔，傻逼啊你！可美，家人们，你看看这里。哎呀，我们快跑吧，这淋雨。我们看看哪里有。三百两胜了，你刚刚说的一百一胜。你刚刚自己说的。刚刚说的是一百一胜。刚刚说好，我去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好好在那躲着吧。我去。别淋到了。我去，你别过来。别淋到雨了。你别淋到雨了。嗯，我给你舔舔。滚！你傻逼！你别淋到雨了。这没有卖伞的都，看我的头发被淋成这样了都。那我们回去吧，别逛了。让我上去啊！咋了？那你走吧，自己走回去吧。好、啊，那你走吧，滚，你走吧，我上去打车了，反正我自己还有手机。别下来追我哈！不要靠男人，女人，不是。人永远都得靠自己。滚！滚！我车没油了，我要加个油。你加个油再走呗。啊？你给我加个油，你再走。什么加个油再走？车没油了。没钱，现在没钱，知道求我了。你头要不要擦一下？别找我两个人。车停一下，停旁边，把头擦一下，别着凉。没事，出发吧。别着凉，远不远？不远，几分钟到。擦一擦。然后已经眼镜差点擦掉了。我也擦一擦。我爸车上好像有伞，在后备箱，我刚忘了。可幸福啊，你看淋雨还有人帮你擦。哪有你这样子的，自己擦着擦着你可幸福、啊、你看还帮你擦。你做了好事就不用自己说了，我做了好事，这样子人家才会记忆犹新。你自己你是先说这干嘛呢？我不怕你着凉吗？自己特意我还特意停下车来给你擦。我都知道，我都想不想给你着凉吗？我都看在眼里了，不用自己说出来，自己说出来了你感觉我也没有说呀，就在邀功里。我没有说，我都感受到，我都感觉到了。那你自己擦。你打我？我怎么打你了呢？你不然擦头发吗？你打我？滚呐！我操！你拍的我哮喘了。回家，帅不帅？你看刚刚戳我一下眼睛，把隐形眼镜都戳流泪了都。我没有戳到你眼睛啊！戳你自己没感受到，真的戳到了。对不起啊。这样可以吧？
这样可不可以？你看做得好事还做不好，滚滚！做这种事还做不好？那你下车，下不下车？我不想。你受得了还是待待不了？给我下车哈、啊！我不想，我的眼睛都给我射哭了都。没窗你眼睛。我你别给造谣。有没有抽到我自己不知道吗？天天给我演戏，要干这种浪漫的事情还不干好？还自己主动说、哦、你看我干的多浪漫，快夸我快夸我，然后自己还没干还把我眼睛都戳哭了，滚滚滚，那你怎么你怎么帮我擦呀、啊、你帮我擦呀、啊、你能帮我擦呀、啊、我看你做有做多浪漫，我不会，我不做浪漫，还有我自己擦，你就不行了，我会被感冒，你别多说这些了，开车吧回家，你看回家我做了好事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现在最顶用的就洗个热水澡好吧，我现在说好做了好事你也不说，我都说了，感受到了，不用说出来。不，做了好事你也不表扬我，哦、还这样给我还说我。可是你这没做好，你个隐形眼镜都给我戳哭了。对不起。出发，经过第一出口。经过第二出口。幸好真的，嗯，你做得很好啊，刚刚，当然我很感动。可细心，有哪个男朋友像你这么细心啊？我拿走。滚！夸你又这样。很难伺候你。我的人生就是一部戏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那我是你的戏的一部分。你是我戏里的男主角。哦。应该是我戏的男主角。请尽快走左侧三车道。啊，感觉入场太慢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早一点入场？你想我什么时候入场呢？我一出生你就入场。那我不跟你一块就出生吗？我跟你双胞胎，我跟你一块入场。你是我隔壁胎房的，一同时出生的人，我们是一起出生。喂，打坐，那比较念，你要打坐，还没专业点，坐着点。我们今天刘聪说在表弟家睡哦，我们因为今天有点晚。下雨，然后地铁没地铁了，回不去。没问题啊。好好。好，那我们也是。啊，没事哈。嗯，我们已经到表弟家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阿姨。谢大送的机票。这还有是谁呢？广东电话，你妈的。啊？你妈怎么还有我电话？对对对，我妈的。对。而且我亲戚他们都一个个结婚了，到时候他肯定就下一个结婚就轮到我，嗯，他肯定会把目光盯在我身上。然后呢？我把你带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。真的？那我的压力好大。不会的，因为我亲戚按辈分来的话，他们都已经结婚了，挨一个都已经结了。本来这场婚礼他们要问我的，所以我把你带过来了，他们就不会问我了。留在那撑住他们。因为他们说啥你就来回答啥，嗯，不要慌，我们是勇气家庭，爱是勇敢者的游戏。好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明天先当着你爸妈的面亲我，出门前，你亲一下我的嘴。爸妈明天不回家，后天。可以。你主动点，你问主动点。我怎么主动啊？你问主动点，这老公，你怕啥？勇气家庭，你要在我们家勇气一点，我爸妈才敬你是条汉子。不然你在家不勇气一点，他们怎么敬你是个汉子？他们看不起你。我爸妈喜欢有勇气的人，我们是勇气家庭。我不这个意思，我就逗你玩的。你长嘴了你？你说错话了。你看我长嘴，你不心疼？完全不心疼。你是我长自己，你不心疼？我打自己，你不心疼？真的吗？别打自己，我会心疼的。你别打自己，你看这还正常。那我打你，我打我自己，你心疼，那我打你。你打谁大力啊？我也打你。怎么就能笑得去手？像你嘴这么贱、啊，你下次再嘴贱，我就直接上手。那你看我自己打自己不心疼？那就我来啊！你那自己打自己有没？省得你打自己，我可心疼。省得你嘴贱，你也不忍心打自己。你嘴贱的时候呢？那你嘴贱的时候呢？啊？那你嘴贱的时候呢？我才不嘴贱，你还不嘴贱？我嘴最小，你还不嘴贱？嘴最甜。你在看你打你自己打自己有没有心疼？真的假的？我什么时候自己打过自己啊？你经常自己打自己？我才没有经常打自己哦，是谁的三八呢？那你，那你，你要干嘛、啊？你瞎报啊你！
给我老婆累瘦了，肚子现在这么大。这不是我的肚子，这是我的胸。这你的胸，你胸长这里呢？这是我的胸腔。你要不要吃饭啊？嗯。嗯嗯，你几号去杭州？嗯，你订票了吗？还没呢。得去不去？你裤子怎么提到肚子上了？别摸我。我还不能摸你。不可以。为啥？因为我现在我不想，只有我想的时候你才可以摸我。给你脸啊。下播了，晚安了，再早点休息哈。